谢谢艾伦的介绍。那今天的题目是从繁育地理实境的公编地图到画资料库连接，那刚刚接触的现在与未来。好，那我在网络上的 ID 是这个 Superflex， 那我是参与 OpenTree Lab 跟 Wikidata 这两项计划。那一个民间组织的身份是唐维基媒体协会的那个成员之一。那今天特别要讲一下，就是昨天有些人这边有参加工作坊部分。那今天的话，我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OpenTree Map 以及 OpenTree Map 可以做的应用的一些例子，都会在这个时段会来讲。那大家可以就是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这样子。OK， 那各位可能好奇说，为什么我们要关注 OpenTree Map？ 不是已经有专利的 Google Map 了吗？那其他的一些可能比较没那么知名的商业地图也有提供不错的功能，那为什么要关注 OpenTree Map？ 那首先我要从它的历史开始讲起，就是 OpenTree Map 起初会有这个计划是受维基百科的那个启发的，那就是有一群人就想说就用维基百科可以 work， 那我做地理资料用类似的方式群众大家一起来做的话也应该可以，所以就有产生 OpenTree Map 这个计划出来了。那当时的创办人就跑遍了欧洲各地的那开源的社群的聚会，不只是就是找一些技术资源，也同时是推广他的推这个计划。那由于这个缘故的话，其实 OpenTree Map 其实这个因为在欧洲发起的，所以它其实是欧洲各种语言，所以它这个跨语言的地理计划。那对，那除了一些像欧美用拉丁字母写的语言之外，那台湾这边的话就用本地的语言，那所有的国家语言都是可以填写进去的，就不只是华语，那台语、客语或者是各地的南岛语族的原住民话也都可以。那它有一个特色，就是我标题讲到，就是说它是一个，它可以连接到其他的资料库，那比方说今天的中国其实Wikidata这边。我可以在存那个 OpenTree Map 的物件的时候，不只是标到位置，那可以用加注的方式，把它的那个其他资料库连接加上去。那这边例子我给你看。那 OpenTree Map 本身的话，我刚刚提过，它是本身带地理位置的，那它是结构化资料。OK， 那它网址这个 www.openstreetmap.org， 那它的缩网址 osn.org。华语话是开放截图，那台语话是开放归楼。OK， 那在历史部分的话，它2004年成立的。那刚刚提到是一个欧洲发起计划，那后来的话，因为计划还是需要去法律保护，所以它是英国注册，用 NGO 形式来运作的一个 NGO 的组织。那第二条，社群公编维基百科是参与的一个地图。那现在目前的话，使用 OpenTree Map 资料网站有这些部分的。那这些是国外去商业的一些网站，有些是台湾这边一些公家单位的网站。那其实清这个其实有点，没有把它更新过了，这大概是3-4年前那个资料，现在应该其实是使用的清单应该越来越长。对，那创办人资料是这样的，是一个 Steve Coates 的英国人。然后当时觉得英国的那个地理资料，政府出售地理资料太贵了，那决定就是当时又是维基百科开始在敏感的阶段，那决定仿效维基百科的方式去做一个类似的计划，地图计划。那他就让所有人都有贡献图纸。那他当时是以剑桥为基地，就是每天可能每个周末、周六、周日去骑脚踏车就一天，用当时的。记录 GPS 最方便的 GPS logger 来记录轨迹的，那他当然也是请跑各大的 NEMS 大会，因为他好像还是需要一些技术资源，就是找一些城市设计师以及网站架构师去帮忙他那个，去把他的想法实际做出来。OK。那还有OpenTree Map 的话，就先提到说它其实开源，那除了开源之外，它还是符合开放资料定义的一个计划。
那刚才提到说，由于是违反违由于是仿效维基百科方式运作，对啊，是协作方式去进行。那这边商业地图其实蛮不一样，商业地图跟商业力量主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一般使用者就是使用者而已。那再加开源的话，就是它的相关程式，比方说架构跟去那网站背后的一些。它的一些技术架构全都是开源，然后它编辑软体，比方说这些比较 ID、JSON 这些的，也是就是开源的那个软体去做。那这边再详细提到刚刚资料部分，那就是它 Open Database License 的方式去释出它原始资料。那至于说用原始资料算出来的地图的图档部分，就像 CC。授权方式，就是大概这方面是主要。OK， 那协作部分，我一直从投影片前几页到现在都讲到说，它当时模仿 Wikipedia 方式运作的。那它实例例子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会有不少的读客，也就是画地图人，去除画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之外，也会做一些丢错的事情。然后发现就是乱画或干嘛的，可能就是批评他，或者是直接就动手改正。那各地机构组织啊，它可能会是比较偏有 NGO 形式组织，比方说 OpenStreetMap US 或是 HOT， 或台湾比较社群方式运作 OpenStreetMap 台湾。对，那这样结构的话，它是有这三种的基本的架构吧。那点的话是实际带有经纬度资料的那一部分。那线的话，简单来讲的话，它可以构成线段，或者是比方说第一点跟最后一点是重叠的话，它变成区域的方式。那它本身是没有带有那个经纬度的，经纬度它是参照它资料结构上是线就是一堆点的集合，那区域也是这个样子。然后透过就是回去参照点部分，去取得它的经纬度位置。那关联会比较复杂。那简单来讲，它是多个线段或点的集合。那它通常会用在绘制行政区域的边界，绘制溪流的流域或者公车路线等等。那原始人资料的正面位置长这个样子啊。那这个是那个以前的空间总部，也就是现在那个，它现在叫什么？对，他那边有两个单位啊，就是仁爱路那边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实际抓一个翻译啊，就是摩斯公案的。那就除了它的地理点位之外的名字、它的类型以及它的网站的网址，还有跨资料库连接，就是 Wikipedia 的编号 Q6175225。那再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台北大学这边的、啊，那。就是除了代表我们当地唯一台语大学之外，可以加台语的特别台大代号的名字，这样子。那我可以编号的那个编号的话是 Q707456，那一样就是大蛮多的 Wikipedia 的那个项目是有连到 Wikipedia 连接的，那是对到唯一台语大学。那技术架构上就是背后就是前端后端。它的资料产生的部分的架构了，对。那 OpenStreetMap 最有名的那个使用情境是在灾害后的快速绘制地图的部分。那这部分会是主推，就是前面比较 hot， 就 Humanity OpenStreetMap 跟这个 NGO 组织来进行的。那从海地地震开始，就是集结出来，然后最后变成一个美国立案的组织啊。那海地地震之后，它海燕台风、尼泊尔大地震以及土耳其叙利亚地震等等的。那其中最后一项目前就是人在征集志工去协助去绘制土耳其叙利亚的地图。那等等在 workshop 部分，我们就会拿土耳其地震等还有叙利亚地震这部分去实地来教大家，就是会怎么去从远端帮助那个千里之外的去有一个基础地理组织。那这些地理图资之后呢，
那可以协助当地救灾的人去，比如说可能物资分配的一些顺序等等的。OK， 那这也是比较特殊的应用，就是障碍地图可能没有走在前面，就是一个无障碍环境的地图。那这是一个德国这是从德国发起的 worldmap.org 的服务。那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记录说，比方说商家部分是不是适合推人员进去的。如果说完全可以的话，我就打个绿色的部分；那如果完全不行的话，就是红色的。那如果说部分的话，比方说他可能是需要工作人员协助的话，那等级用红色的部分，来这样子记录说，就是城市中就适合无障碍人士去的一些场所。那刚才前面提到说，就是多语言部分。那有的国家叫印度，它有八种的国家语言。那印度的社群就有做这个网站来显示说，印度各地用不同语言之下的那个病理的状况。OK， 那我暂时刚刚一开始有稍微解释说为什么就是部落地图，我们虽然地图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今天就再来详细的说吧。那各位可能有看过这张，就是 Google 去收集很多的那个即时的车流状况，然后去做那个都市交通的一个判断，对不对？那各位看到这台北市有一个非常繁忙的高架道路叫市民大道的部分，然后会在交通尖峰时间就是呈现车多，然后车流速度比较低的情形。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这样方便，不论是终端使用者或是开发者来说，都还蛮那个。那导航的功能也相当方便了，它是非常好用。它其实是第一个用互动式的方式做线上地图出来的，不然以前在 Google 地图之前的话，有些网站是可以做导航，但都是一行一行的印出来，用文字式的叙述给你导航指引。那 Google 地图是第一个，就是用完全地图式互动式方式做导航这件事情的。大家很熟悉，工程师也很喜欢它一点，很方便。但是它就是开始就大量涨价，就大家都开始都用了，那很多人在用，也就开离不开它了。那各种的一些收费的项目，比方说是导航、地点导航，或是导航的 Matrix 的部分。等等的，那就是都有收费不准的情形。那如果说就是网站看，这可能网站开发者噩梦，就是我可能内嵌 Google 地图在他的网站上面，就因为 Google 要当收费，而且是你即便只是用，然后没有到他的收费标准的话，也下留下信用卡资讯。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他会出现这样 ，for development purpose only。那是长得非常丑的一些这个行字啊，来提醒说你赶快把信用卡的卡号填进去。那这是前阵子整理的那个啦，那对，那时候被人诟病就是每千次 API 呼叫20到30美元，那他的每月的那个免费额度是大量的减少中。那有些网站很凄惨，就是他预估就是要增加14倍的价钱，就是跟他在收提高。价格之前相差14倍的情形，那就有大量网站，比方说，跟 Google 站相关机的 Niantic 就是用 OpenStreetMap 的那个地图资料，那这是当时玩 OpenStreetMap 就是玩宝可梦的时候截图啊，然后发现大量是跟那个 OpenStreetMap 资料是相吻合的，然后甚至一些就是跟地理景观相关的部分。OpenStreetMap 上面有什么？就是在 Pokemon Go 上面会有。那甚至我还算出来说，比方说有个地方 OpenStreetMap 画的水域比较多或公园比较多的话，它在那个 Pokemon Go 出现相关的怪物的那个相关连线也是相当高的。那除了 Niantic 之外的话，非色有大量只有 OpenStreetMap 的。那这是好几年前的 Facebook 的打法里面，那是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发现说就是地图开始不一样，然后不是用 Google Map 的进行，然后就会发现这个惨剧啊，就是有些人就是发现
他的打卡页面有点怪怪的部分，我就拿手机 Google Map， 然后开始骂人这样子。那其实这种经验就是表示说，其实大家除 Google 地图之外，其他不熟其他地图业者，甚至是 crowdsourcing 的 Open Street Map。那这也就是比较早期的那个样式了。那后来就是它会显示说是 OpenStreetMap 来的，然后只要说地图上的一些问题，然后缺漏或是有缺漏，或者是它是有错误的部分，那会回报给 FacebookMap 负责地图的团队，他们去修理，他们可能就会直接到会诊之后，然后在 OpenStreetMap 去提出订正的状况。OK， 那真是一个小总结啊，就是为什么呢？当时很多的商家会改用 OpenStreetMap， 是因为Google 要太多钱了，对。那另外有些业者是付了几钱的，比方说 Facebook， 那可能是策略性，就是不要使用它在大的竞争对手的产品了，所以它就改用 OpenStreetMap。OK， 那这是简单的去做那个介绍的比较。那 Google 地图其实蛮好用的，但它毕竟是家商业公司，那它整个多项服务的。那相对 OpenStreetMap 其他一些来讲的话，那其实Google 相对那些服务，在 OpenStreetMap 整个生态去拆开整个多家业者或者是一些组织去做的。那一家 Google 可以找到导航，接着就只有多点这部分。那这在 OpenStreetMap 其实拆成三个服务，这可能是完全不同公司在做的。那 OK， 那以街景来讲的话 ，Google 街景就是直接是整合在它界面，其实很容易叫出来。但在 OpenStreetMap 生态系的话，做 Mapper、Total View 这两个服务在做的。那 Geocoding 这部分的 Google API 就相对 OpenStreetMap 是农民的 Atom 这个服务。OK， 那这也是就是总结，就是前面做了带到，就是 Open Database License 的授权。那图传部分的话，就是它常有一种某种适用的方式。你只要做什么认证的事情，而且确定量很大的情形之下，它是建议说就请自行架设图传伺服器，或者说就是找一家厂商去估价，然后在专业的授权方提出。那我前面有提到说，就是在灾害之后，就是编辑地震之后的地图，地震或者是在台风之后的地图。那这特点其实就是可以做很多商业地图上，然后没有办法弄及时，而且会被忽略的需求。那再它的特点就是一份图是可以做很多多样的地图，有些不同的目的显示目的的。比方说，我可以做一个就是只显示消防设施的地图出来。或是之前是公车路线的一个地图出来，或是我是单车骑士，我就做出一个就是户外登山单车会需要用到的，这比较夸张，可能是专做高精尖的地图出来。那这是比较特别啊，就是也一样是温室那组织，但是用蜡笔风格去把它画出来。OK， 那这个话主要是个人看到，就是除 Google 地图之外，大家会用的地图图标应该是这个。那它的名字 OSM Map 那个图标。那这应该是前阵子抓的图，所以应该是比较新的图标。那这是台北大学附近的样子。那这一样是台北大学，但是它着重的重点是单车的部分。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黄色的小点点，就是 U-Bike。公共自行车的那个借款站的部分，那再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左上角这部分的话，它那个蓝色的线条的话就表示这是单车道的部分，那这应该大汉溪的那个右岸的自行车道的部分。那刚刚提到说之前是公车路线，那这边就是公车路线的地图出来的。那刚才看到说这个因为收放层级够大。所以它的公车路线编号其实也有出现在上面。我有看到国道客运的部分，也有些到台北市那个九字头的快速公车，有国道的快速公车路线都有。
那刚刚提到说一个八电线跟的地图，那有啊，这叫 Open Infra Map 的部分，可以看到这北海岸的这三座啊两座核电厂部分，还有火力发电厂都是有在上面。那它相对应的出电线路部分，有的 Open Infra 上有相当详细的一些资料。那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形，是因为其实高压电塔其实是在爬山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物件。那其实是在台湾发展 Open Infra 初期的时候，很早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画上去了。那刚刚提到说是灾难绘图部分，那在台湾的话比较少做应用停电。那可能可以类比的话，可能是原住民的部落的位置啊。尤其是台北是台北跟大台北地区，其实有很多的都市原住民部落的部分。那这位置的话，是以前三一大桥旁边的那个三一部落的那个据点的部分。那它现在已经迁走，迁到有政府就是迁走，迁到其他地方。那现在位置就在高速公路旁边的部分，就是北大过高速公路之后，它把整个迁过去了。那其他的一些都市原住民部落就是新店溪这边的，就是溪洲部落跟小鱼潭部落的部分。那在靠近就是新店那个安坑交流道那边，就往要下了交流道之后往新店市区那边的部分，就在中央新村，中央新村那个位置在这旁边的小鱼潭这样。那这个话就是会是一般的商业地图比较没有办法顾及的部分。那我们去卖的话，应该可以照顾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利益的部分。那今天很容易就是你知道当地可能有这种情形，然后就可以把它画上去了。OK， 那在台湾的话，其实在行动装置上有这两版的 App 啊，一个叫 Maps 跟一个叫 OSM 的部分，其实是可以就是下载 OSM 这边的离线图资，然后放到手机上面去。那即便你这边网络的情形之下，都可以拿来应用的，比方说爬山什么的，做一些行程参考的。那台湾其实 OSM 最大的一个应用是乳地图这个部分。那除了用 OpenStreetMap 图资之外，它还有抓了那个政府那边的 DEM 资料，然后 DEM 资料转换成等高线之后，跟 OpenStreetMap 图资整合之后，变成乳地图的这个图资这样子。那每个星期它都会更新一次啊。那其实是如果有在爬山的话，其实它等高线其实很重要，其实还蛮好，在现地其实还蛮好用，你可以判断说到底哪边比较缓，你可以硬闯硬下去或上去等等的，或者是你只是爬一些都市高山什么的。那上面其实收录蛮多一些高山的路线、登山路线，你可以很快就可以判断说我要从哪边下山，要走哪。那这是一些 OpenStreetMap 的一些基本资料。目前的话就是 ，OK， 这资料是抓到一月初的时候，那一月初的时候就超过几百万的账户。然后在累计资料量的话，就是这个资料的话，2021年3月3号的，那点有6.5亿的部分，线的话就是有近5亿，那关系这比较特殊的类型873万。那各位很好奇说，就是我们就是人人都可以画，那我们画的依据是什么？那第一个话就是实地的探查，第二个话是就像早期的创办人那样子，就是骑着脚踏车，开着 GPS 的轨迹，录制轨迹下，然后再把 GPS 轨迹去把它描绘上去，然后画到 OpenStreetMap 上面。那另外一个来画是开放资料。那既然台湾政府其实放出蛮多开放资料出来，那这也是一个资料来源的部分。那再的话，第三样的话，最多人会使用的部分就是，我可能就是有图资上有供应，品质跟时效性还算不错的那个航道图。那我照着航道图的一些资讯，比方说我看到这边有个道路在航道图上面，但可能到那去那上次没有的话，我可以依据航道图的资讯把它画上去。那这边就是个例子啊。那背景图的话是台北市目前轨迹到现在的 GPS 轨迹。那右边部分的话就是我上次来台北大学的时候录制的 GPS 轨迹。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各位如果有手机的话，
用像 OSN 按这类的软体都可以做这件事情。OK， 再来开放资料部分的话，就是目前的话，就是在 OpenStreetMap 上有采纳这些网站或是来源部分，会进去 OpenStreetMap， 然后说，PDX 高运输平台的那个公车站点资料，它会有除公车站点之外，还有公共自行车的资料，还有就是比较早期的话，就是 GNS 的美军的地名资料，那台湾这边有收入。那右边这边的话就有政府资料平台的 ETC 门架，各县市消防栓的资料，或它也是在水处指引台资料等等的，然后村里边界，还有第二部的本土语言地名的资料等等的。OK， 那在线上描图部分的话就会像这样子的，我看到上面有建筑，我可以照着那个轮廓把它画出来。或者是我有看出来就是它那个道路的路径的话，我可以照着描，表面的话，或者是它的延伸，我也可以延伸出来。OK， 那各位可能就会担心说，如果说有烂了怎么办？那它如同维基百科这样子，就是每一笔的变动都会有写出它是谁改的，然后改了什么东西。那假如说真的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联系该画图当事人去解决。那 OpenStreetMap 的发展到现在十多年，那也有这个 QA 工具可以协助快速的定位出，资料有错误的部分。那这个话是一个其中一个德国公司架设的 OSN Inspector 的网站，它可以找出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一些错误，比方说可能行政区没有就是逆合出来。或者说道路及该交叉没有交叉之类的问题。OK， 讲这么多就是贡献啊，或者是就是 OpenStreetMap 简介部分，我个人很好奇说，有什么资料运用的一个方式？那如同一些主要的一些网站部分，就是都会有 API 部分。那今天介绍的是叫 Overpass API 部分，它可以针对你想要的东西去找出来。比方说这个图片中的例子的话，就是查出这个地图范围之内所有的便利商店的一个资料出来。那可以光明就是，不然你像下载来 QGIS 这种GIS 软体，或者是做网站前端要做一些显示便利商店服务的网站的话，都可以方便用像 Overpass API 这类型的服务。那这会比较进阶的例子，就是找出全台湾就是。以蒋中正命名的一些道路或道路部分，他发现都全台有这么多的那个相关，然后应该都集中在各乡镇市区的那个的闹区的部分。那这话就是比较可能爬山会比较，或是关心台湾的那个基础建设部分的话，这个话是高压电线与变电所的分布位置。那就是。OK， 那这的话就是前面比较 QA 了。那有时候如果中国人会来搞乱这样子，那我可以很容易就找出来，然后把它纠正回去。真的他会去异想天开去加一个台海的铁路啊。那不然从工程难度或政治上来讲，应该是比较难以达成的。对，那这都可以就是很快就把它回复出来，就可以把它删除掉了。对，那这边再总结一下，就是台湾这边就是以登山，其实登山的需求蛮大量依赖 OpenStreetMap 的，所以说高压电塔、登山路线这些，甚至摩阿波的部分也是相当的强劲。那就有跨资料库经的一些特性，所以从 OpenStreetMap 这边可以去连接到 Wikidata 和 Wikipedia 这边。那对应到政府开放资料的话，村里资料可以对应到政府这边的户籍证办。那多语言部分的话，就是台湾的本土语言、国家语言部分，都是只要有人愿意去写上去的话，都是可以编辑到 OpenStreetMap。OK， 那这边的话，稍微讲一下 Alan 等等要讲的部分，就是
OpenShare 其实很重要的姐妹就是 Ruby Data。那 Ruby Data 在台湾的话，有 OpenShare 刷在网开始啊，那是2013年的时候，有请到 Ruby Data 的那个 Grant 经理来过台湾，介绍 Ruby Data。那其实讲到 Ruby Data 在台湾的历史，其实跟早期化其实是以学术圈为主啊。那到2019年开始跟 OpenShare 社群有些关系啊，就是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说 OpenShare 社群要跟 Ruby Data 一起办台北的夜局的部分。那甚至到后来我们就有办像最长的夜店讨论这样子。那目前 Ruby Data 的话，就是有大量的法条、村里、学校、图书馆、聚集级别。这应该是那个像台湾，你知道吗？玫瑰童年之类的，就是在 Wikipedia 上可以找到，就是每一集玫瑰童年的叙述，啊，政府出版品还有论文的部分。对，那前面有提到说，我们2019年开始就是两个计划一起拍粤剧了，自此以后就是我们这两个计划就很多活动都一起办。OK， 回到 Wikipedia 之间的话，就是。在 Wikipedia 上跟地理位置有关，可能是村里、基友、学校、火车站、捷运站、轻轨站等等的，都有在 Wikipedia 集，因为它是实际存在，都有画上去了，所以可以容易的，但非常非常容易在 Wikipedia 加 Wikidata 的连接，然后在 Wikipedia 这边可以容易加经纬度以及对应 Wikipedia 的那个物件的 ID。那这个话就是。把全台湾就是大的一些河流直接流入太平洋或台湾海峡的那个的稀有的列举，然后发现其实很多都是有连接到 Wikipedia 部分，比方说西面西的部分，对，等一下，对，截图可能没有都截完，那你最下面七家湾西的话。都是有对应的 QID 的部分。那在 OpenShare 它自己地理资料库最可以很容易就是把它的那个物理的属地理的属性把它建起来，啊，甚至可以建立子母的那个关系，就是支流流到主流这样子，用一个比较一个结构化的方式去整理这些资料。那这视觉化部分是流向。台湾海峡或太平洋的稀有的整理啊，那其实大部分应该都是有那个对应的政府之间的核算代码的部分，啊，这个核算代码也有写到 OpenShare 跟 Wikipedia 这边。OK， 那今天讲，我一直想要 OpenShare 是跨资料库连接啊，它除了就是 Wikidata 的连接之外，它在那个参考变化里面就是铁路核算代码。就政府间发布的专栏，那这样的话多语言的部分，就台湾台语、中文还有英文的部分。那整文资料的话，目前就是以这些资料来源作为编辑的一个依据啊。OK， 再来的话就是 OpenShare 这边的 Wikipedia 刺激标签部分，因为其实各个 OpenShare 社群会用他自己本地语言来。去做记录了，那要怎么做一些跨语言的连接部分？那就是OpenShare 社群又决定说，就是 Wikipedia 方式去做这件事情。那因为 QID 是跨语言不受语言影响的事，所以他们决定用 Wikipedia 表编号。然后讲中正铜像部分，这部分的话，台湾有大量讲中正铜像，那就是可以用 Subject 冒号 Wikipedia。Q16574去记录就是全台各地蒋中正的铜像的资讯，然后让就是机器去爬的时候就知道，往哪里去找。那在商家部分可以做类似的事情，那用的形式，以资料为例的话，就用 brand 冒号 Wikidata 后面接 Q464286接到是去做连接，然后写在 OpenShare 这边对应的部分。那今天提到，大家应该印象深刻，就是台湾大潭地区的公车路线已经画得蛮详尽的。那一样也可以在 Wikipedia 做连接的事情。那这边的话就是连接到新北市的市区公车，那 network 冒号 Wikidata Q2156
250的方式去做。那物种这样也可以，比方说这是台湾大学这边的大字的标志部分，那就是 species 冒号 Wikidata Q1069046部分去做。OK， 那有台湾其实蛮多的一些东西以甲中正去命名的，比方说分里界，像那市区都还有不少中正里、中正路、中正区、中正桥之类的。那如果要做一些比较语义的连接的话，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 name entomology 跟甲中正，然后对于要加 Wikidata 编号的话，就是加后面加冒号 Wikidata 等于 Q1069046去做这连接的事情。OK， 那再来的话就是，其实做这些事情其实有很该怎么讲，就是这其实 OpenStreetMap 社群跟 Wikidata 这边其实共同要来做的。那其实因为村里其实相当基本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基层的一个地理的单位啊。那在 OpenStreetMap 社群这边花了4年的时间去做村里的绘制，那 Wikidata 这边的话主要的行动是在2019年进行。那目前的话，其实总数好像7748个村里。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做到连接互认证既有代码，它 OSN 关系变化与 Wikidata QID 这件事情。那全台的那个村里的视觉化都长这个样子啊。那对。那这边就是。以去年新成立的一个桃园区，哦，不是桃园区，是巴德区的一个新中里的话，我就不只加多元嘛，然后加互认证系统代码，它从哪一天开始新启用的，然后再就是它对应的 Wikidata QID。OK， 那如果在 Wikidata 这边做检索的话，你可以做出类似一个视觉化部分。那一样就是因为录它的那个互认证系统代码的部分都有。OK， 那这边就是刚刚稍微提过的，那这边要特别强调，在 Wikidata 这边就是我们加一个属性叫互认证系统代码，叫 P5020， 来做它那个属性的栏位的那个名字。但是呢，我发现有个状况，就是当初在 Wikidata 建村里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台南2018年整并的那些村里。对，最后就是到了换，应该是前年的时候，我们都用新的那个互认证系统的资料集去补那个 Wikidata 这边就是漏缺了2018年这边的资料。但是又发现有另外一件事情，我发现会有重复资料部分。就是早年大概是可能是7、8年前，在闽南语维基百科那边已经建了全台北市的村里，那每一个维基的条目其实都对应到给 Wikidata 的 QID 部分，就造成说我们在2019年去做台北市的村里汇入的时候，重复建立村里的情形，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把从闽南语维基建立的村里的资料跟2019年的去整并。对，那这个是当初有人用机器人批次把闽南语维基的建立的村里批次建立在 Wikidata 上面，那它没有任何的一个陈述，就给连接到闽南语维基的连接，就导致说我们就是以为我们已经做完了，就发现说我们都要做重复资料了。后来我们有比较系统性的方式，就是其实内政部户政司其实有定期释出，就是。它最新的行政区的那个资料集出来，那我们知道做的事情就是有人有架了网站，就把最新的资料集就是导进来，然后看看有没有新增或减少的部分。那如果新增的话，我们就在 Wikidata 公共资源那边去建立，把它做更改到最新。那等到快要到，就是已经到那成立的时候，再到公共资源那边去画出新的村里方，或者已经裁定的村里。OK， 再来就是溪流部分。那今天有个主要的那些参与者是社保局，所以我这边也会讲台湾溪流
这边的状况。那这边它的这些状况，就是主流的资料部分，其实常会切入沦陷的。那 OpenShare 其实在关系的编辑其实有点困难。那其实这个其实大量的消耗实际踏转能力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数维基百科，有从就是美国那边维护的资料集大量到了不少的台湾系统进来，那也导致里面重复资料的情形出现，这导致对。那这样的专栏就是讲到数维基百科问题，就是他没有什么人参与，所以他大量的那个维基百科条目都是靠机器人去产生出来的。那这造成一个问题，就是那资料其实不是活的，就是也许还很多错误在里面。OK， 这刚刚有写出来。OK， 再来的话就是另外像是 OpenStreetMap 跟维基百科，连接一个资料就是 Name Suggestion Index， 中文的话我会把它翻成就是名称建议的处理部分。那它这样处理就是连锁商家的那个。连接问题，因为挤在不同语言之中，他可能用当地的语言去写，他这是哪一家店家，然后 7-Eleven 就是，对，就是 7-Eleven， 比方说全家好，全家日本叫 Family Mart， 或者美国叫 Family Mart， 但在台湾话我们叫会叫全家或全家便利商店，那他其实会受到语言的影响，但他其实这是同一个连锁体系的，那 Name Suggestion Index 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各地连锁体系都把它连接起来。对，那对他的主要说，透过 Wikipedia 这边做跨语言的那个商家的那个连接，那也就是说 OSN 这边可能要把它标示能够标准化。那这边就常见一些台湾商家部分，然后分明别人去进行。比方说银行部分的话，有加完整的那个 name suggestion 这边有做一些索引部分。比方说你在那个OpenShare 线上编辑器做编辑的话，你打一家台北加一间台北富邦银行的话，它会就自动带入这些资料进去。那这边就举联邦银行的部分的话，画面左边的那些银行的一些 metadata 部分都是靠name suggestion index 来就是自动带入部分，然后让编辑者可以减轻他的负担。那这 name suggestion 就是应用的部分，就是发现说，因为其实台湾的银行资料只有到过了，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相对准确，就台湾应该只有175家的台湾银行部分。那有些有照 name suggestion index 的那个标准去。把它的那个 tag 标签加上去，有些可能就是没有加上去，因为可能比较早期，就是加添上去的。那再来就是学校的资料的部分了，就是它也是一个背景的资料的部分。那在 Wikipedia 跟 OpenStreetMap 部分都会收录的。那理想上就是这两个计划 metadata 应该要有第二部学校代码，那要有地址。那各语言的名称等等的，那说跨资料库的部分的话，按掉维基百科连接、Wikidata 的连接、GID， 还有就是维基的那个多媒体站 Wikicommons 的连接。那目前的话，OSN的国小的那个部分是这样分布的，那应该相对上是比较完整的部分。那在 Wikidata 这边的话，就是。如果查国小的话，是有5479个结果的部分，但是可能会连同就是已经倒闭废除的学校，会有可能没有记录下来。然后就新增加的那个新设立的学校可能没有在这边。那 Wikipedia 的社群部分有做那个学校的专题，可能就整理学习台湾全部的学校，然后大批依照教育部的那个资料出来。去订定那个，订定那个编辑的范例出来。那这边稍微总结一下，2019年的部分的话，就是，大家汇入应该是2019年有做这件事情。那其他那些更新整合的部分，其实有教育部的资料集可以参考，但是
以目前现况的话，就是我们可能社群上看到新闻，看到有新设立学校或者是有废校的情形之下才去动手处理。那再重复资料部分的话，就是因为台湾不少学校只有从日本时代就开始有设立了，就有日为100%的收入，然后导致在 VPR 这边有重复的资料的项目的状况。再来是台湾公募资料部分。那今天提到说，就是很多爬山会以前关注这个，因为不想去打扰到别人。就像我们虽然这边有参考绘制比例的状况，那在 VPR 这边的话，就是双北的资料比相对比较齐全。对，那其他县市的话就要看情况，假如有维基百科连接的话 ，VPR 上才会有资料。那这个话就是附近三峡这边公募的资讯部分。那这样子有就相对去维护的状况。那这边就提到说，在双北之外的话，就看有没有危机人物了。那这是台南南山公墓的部分。那在我们区块的话，相当完整的范围有出来了。OK， 那其实现在快结束了，那这边就是一个结论了。那这是对未来的期许部分，就是第一开始我们区块是做一个实体的点线面，比方说实体可能代表一个商家、一个 U-Bike 站等等，线的话可能代表可能是道路，它可能是一个建筑物等等。那它就是因为最近，因为其实单独的一个资料，如果没有连接的话，其实单独存在那边的。所以说后来 OpenGNR 社群就知道这个状况，就是要去连接到第三方资料库。那最方便的部分就是在 OpenGNR 之间连接到 VPR。那就除了连接 Wikipedia 这边的话 ，OSN 还可以再扩充化，就是收入界面大 data， 特别资料可能就是收入行政区的那个户籍证信用代码的资料什么，或者是就是有官方网站的假官方网站资讯等等的。不过这也造成就维护资料有些困难度了，因为其汇入资料相对简单，但是要去实时更新的话，其实相当耗费资源，需要去监控这件事情。那我目前遇到困难的村里跟学校，那村里会相对简单，因为不会常常有诊病或者新设的情形，但学校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有可能对学校是就是新设立，或者是废除，或者是有那个像建立第二校区等等的部分，或者调你分校等等。那我这边可能就是稍微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汇入过程一次性粗暴进行。那它是可能就相对没有办法管，就是后面那些维护资料状况，需要实时做资料比对的情形。那在下个注解，它是一个相当耗费时间以及要相当细心进行的部分。那前面提到 Next 这些 Index 的部分的话，是需要维护，因为其实虽然说这是外国发起计划，但是还需要本地的那个人熟悉当地状况的人去做资料维护了。然后慢慢把这些连锁商家资料建立起来，然后方便就是OpenGNR 的贡献者们去就是压商家的时候能一并带进这些Next 这些 Index 所推荐的那个标签出来。那在资料应用部分的话，就是要视觉化。那 OK， 那现在简单讲，刚刚讲村里，因为它整并的那个频率没那么高，所以是。应该到今天为止，应该算是100%融合的一部分。学校的话，我们提到说，2019年的一次性汇入之后，就比较没有一个对说到底跟实际教育部那边资料是有差多少情形。那系统部分要处理就素人造成的重复资料的问题了。那我就希望就是要，就等等会有workshop 部分，就是当我会希望就办更多样主题工作坊。那就是整理各个资料，政府资料库那边去连接到OpenGNR 和 VPR 之类的。那再来就是多语言的那个名称或描述部分，能增加更多国家语言的部分进来这样子。那这边打广告，就是每个月就是会有一个礼拜一的晚上会有聚会。那下次三月的时候是3月8号，建办在光华商场附近的罗斯公园会有聚会。然后粉丝专业不是周全问去那，不是粉丝专业，是那个黑色社团的问去那台湾部分。
那就欢迎大家来加入这样子。有任何问题，就是我们在现场或者是在线上都会可以乐意解答的。那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边了，那就谢谢大家。那 Alan 没有，对 ，OK， 那就是谢谢大家。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什么见解想要分享，都欢迎提出来。就是那个讲车，因为您刚有秀一个，好像是那个变电所跟那个建筑工程。那像刚那个那家公司，它有没有很多个不同的主题？比如说，除了刚你所秀的变电所跟，我们可以查这个公司它做哪些主题或专题？这部分的话，就是在 OSM 文件上叫 OSM Wiki 的部分，那还有完整的那些标签的标志。那你可以在那边找到你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比方说你感兴趣的是全家的状况，那我就找出。这都要下一些指令啊，那就靠那个刚刚讲到 OSM Wiki 里面那个。那个 Map Future 的页面，你去找到你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去把那个参数改一改，然后就可以查出你想要的东西。我现场就是我现场开一下这个，希望网络状况还 OK。对，这在简报中有出现。那我们就说到台湾这边好了。那现在的范例是那个这个地图范围之内的所有的饮水机资料。那我按了检索之后就会出来。OK， 它读出来是2924个。那由于就是我们没有限缩在台湾这边，所以也找不少香港跟中国那边的资料。那如果点进去的话，就是会有详细那个点位的资讯进去。然后作为这边旅游谈的话，甚至会讲到说它的那个营业时间的部分都有。那假如说要找其他的话，就是你应该在这边那个。检索经理这边去自行输入你想要的东西，那它是支援中文的，所以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子。那要输入博物馆看看好了。OK， 那我把它冒号起来。OK， 那这边就结果就出来了。那在因为它的范围在中台湾这边啊，这就是可以找到一些不少的那个标示是博物馆的那个部分的。那你去不论是自己改参数，或者是那个用它的检索经理部分，应该可以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那是支援中文的，所以可以多多的尝试这样子。那这应该是100%的中文化，所以。对，如果不行的话，再跟我讲。那还有其他的问题吗？那等等就是会是由Alan 讲的 VDA 工作坊。那VDA 工作坊之后呢，就会是OpenGRAPH 这边的那个实际的操作工作坊。那昨天我们有带工作坊，所以可能就是如果觉得有重复部分，就要见谅。我稍微加一些新的内容进来了，那就有加上，比方说 Overpass 的示范，或者是
去帮忙土耳其跟屈原那边画那个那个灾后的重建地图这样子。你可能范围要放大一点，你可能你的地图的那部分可能有，可能这是标志，就是它可能有标志成其他类型的，比方说 mall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你可能要一直连接下去，标志，然后才查出你想要的。哎，我这边 OK 了，那等等休息时间多久？到1:40。你说2:40吗？这样应该了解了。OK， 那我今天演讲就到这边，然后我们休息时间是2:40，之后会是乌比亚这边的工作坊，谢谢大家。